沙发过来没人，一个骨腿吧。你帮我清点，他说过来你帮我咩样地，你等我搞掉。啊，他说我来讲啊，产品好不好？好吧，人家唔正当，咱想法让人家正当，好吧？他说我来讲，好吧？那个吹一口好不好？哦，我辛苦了，你也得。来是的，你来包票。今仔日啦，产品园吼，音响够大堂。啊吼，我今日来，我洪家先拄着今仔这个买手吼，我也真困了，啊拢没有关系，拢无要紧，吼，快乐就好，好不好？我昨晡就六个人家买一包鱼翅羹，吼，鱼翅羹，唔免一千哦，唔免八百吼，啊你一定钱也先给我，一定钱也先给我，吼。全部六个，这边三个，这边三个，唔免一千八百，五百了。来五百，上面再一包鱼翅羹，五百块了。五百块了，五百块，五百了。来阿红姐，上面，来哦。先来王包一包块。以前我介绍，来过来。有啥物好料？好料啊，会 OK 啊。这六条烟肠搁送。来个啥物？来好啊，来啊，加六包我来。这是鸡腿卷哦，鸡腿卷哦，这我习惯招牌哦，一包够哩，一包够哩，一包够哩。来。哎。够啥物？我来讲啊，免啦。金龙三十五，六个人客，先客钱的先赢，感谢你啊，小弟今仔真正白痴啊，好不好？三百楼啊，三百块楼啦，三百楼啦，三百楼啦，三百块啊，三百楼啦。好两个，好四爷啊。无啊，四爷两个无啊。我叫四爷啊。像你这样像你们跳的黄叶嘞，我嘞还不够。来，老板，来点心。没空没空，没事去没招呀。来点心。我嘞话没通，去招被招的这边嘞。系啊，你要上班。我个对调对啊，你也当我这里给过，因为月亮下面给几多头了。我这晚介绍一个好物件，你听我介绍。你敢捌听过百分之百原肉吗？来啊，走好了吗？对啊，那边。这百分之百原包，这美式鸡柳条足好食，我皮还超大。看你我这来好。好。对了，对了呀。来，对了。来美女，你要什么？放萝卜糕吧。萝卜糕可以。沙发还行不行吗？我买了存细胞两个芒果。你是要等我离开吗？没有了。新加坡啊，沙发的。北鱼用没料的烧。我一定我一条，我那个两个。跟长旺嘛。我跟长旺都可以啊，这样。大好吃不？这个卤大肠啊，这大肠该卤袂足香的啊。这一包啊，咸的啊，这一包煮个鸡啊，是两包五百几块啊。这大哥好吃，佫来两百了，两百块。来，有讲台湾都有人要吃，两百块，两百块了嘛。看人要吃美式鸡柳条，没有人见过。来啊，我再来几千块嘛，我取新的。来包袂几千啊？这美式鸡柳条百分之百光包，这等于用这个钱哦，恰恰方法来做起来啊。哎，这个还要白。这个一包鸡肉，鸡肉我两包五包，一包鸡肉我两包五包，全部四个人给搞的，唔免五包，唔免四包，一包无只你起来用我，开三包了啊，三百块，一包够你，一包够你啊，一包够你啊，一包够你啊，三百块了，袋子给我，三百块。
杀两我搁招一个好嘛？一百个你，一百个你，一百个你啊！三百个罗，来三百个，来三百个，要吃无？只要这个美式上面吃三百个，真好吃，阿姐你哦。沙发拢有啊，百五块人要吃看吗？一百五。来吃。百五块人要吃看吗？现在钱也拢会涨。以前都爱一包一包的。我买两包了。他都爱一包成都的，我一包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迄、那个老的咧，基本是。哦，够客观。百五块要下来无？是不是？要爱坐个坐。我也袂了，我袂了。伊人要黑到黑啊！你白色较好，你先叫我好无？是啊，系啊，个钱先讲，我个字啊，听啊。这啥物啊？这无啊？两包块钱一个。啊。我想，我不要一包的，啊，然后跟那个。这个一包了啊。然后跟那个。一包先收到。来，迄个台式盐酥鸡上面写两包了，拢我哩无啊？来边啊？那无啊？不是。这胶原鸡软骨干啥物事啊？三百几也无买，这台式盐酥鸡足鲜的，先价钱的先赢两百多，两百块，一包六十元两百，两百块两百块，两百块要食台式这个鸡胶原鸡软骨哦。这三包你给我买买，真正好食，一百多啊嘛，一百块，试吃看嘛，一百块。好食啊！一百多，一百多。跟你比较上下平啊。放放给啊，对不对？来上面吃鸡块，哎、欸，鸡块呢？八八干是不是？八八好不好？八八干不？两百楼啊！来上面又搁一个好不好？两百楼鸡块，再搁一个，来去分两半。细底蒜，细底蒜你看见？哎、欸，我大来啊！来，来细底蒜你放放给我，先我这拢免点的哈，来。来这细底蒜你，这都用煎的就好啊。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来，大我咧，咱咧细地出嚟好食无？包油无？油个。来，想要食来三百了。好食。三百块细地出嚟三百了，三百块上面食三百，即外口整起来就唔来三百，好不好？即细地出嚟，即真正咧包到油个吼。你搞买三百，即拢卖袂啊，送我去食。正边刷了这面油油，三百了。来，三百块要食无？想不想？来，下面。有。来三百了，你甲想我这个物件，人家买买钱，还佫会买百二啊？三百佫有买下来无？有啊吼。丝木鱼香肠。丝木鱼香肠，啊，丝木鱼香肠几元？你来，你也收着。来，来迄、那个上面食阿里山棒棒腿，啊，这你敢买过？两个吧。哦，两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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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。来，这迄个三百二的烟肠，三百五百拢唔免啦，你食看卖，两百了，两百块了哈。丝木鱼香肠两百块了，两百块够了，要吃三百元钱无？够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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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对啊，我昨天晚上大家拢在约会啊，没问题。那这些就，这些好。你炒粿子？椒麻也得。然后这我今晚是买这三箱哦，这三箱拢上好吃哦。来，煎饼两包。来，这叫花枝飞机，迄、那个飞机粿，这真真的就做好吃啦，吼、哦，真真的就好。这外口啊，一盒只要按百五的哦。百五加百五啊，真。三百。唔免三百，先加钱的先赢一百了。来一百块了，花枝卷，一百块了。多少？老者。一百了。多少？包两包哦，加十包哦，是的，加起来你做。一百加有人要过来，这也是加一百块。这三百，阿姐，你干嘛买？你干嘛买？还佫一个三百，这两个你去吃了无？我当了钱卖你个，你那生意成吗？你了钱卖你啊？这两个你去吃了，冰箱，吃袂了。
这两个够你五十块了。五十块了。哎，五十块了。哎，真够钱。五十块了。真啊，真有钱啦。这上面你讲啥？这个迪卡，这迪卡裤啊，这内底有一加土豆啊，伊这当个咸的啊，你用我小胶放真正好食。这一包金盘鱼也好啊，迪卡啊，这啊这你讲的迪卡你知啦？金盘加金盘是几斤？将近三斤啊！哎呀，你吼，台湾的，三斤的迪卡一斤啊，鱼也好，三斤多七八百块，我来讲。这包猪脚你也买定无食，你会当加一包来现我安尼了解嘛？因为我这卖过了百数啊，安尼清楚啦吼。我全部招两个人在要食猪脚，两包总起唔免招五百，开六百开八百，拢总唔免。金龙三四五个，先提钱的先赢，开两百了，来两百块了，来两百块了，猪脚来两百了，来两百块上面食猪脚两百了，两百块了。猪脚两百拢有啊，睇下给了无？这个是很大的。你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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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个人计包咧，三个人计包咧，四个人计包咧，五个人计包咧。